部能够帮到以我们农民对话，啊，把我们的农民合法化，不要把那个小人组全部把它消灭掉。谢谢你们。我是冷力新泉的村民，我现在是做住我父亲留下来的一铺菜园了，大概是三亩左右。星期六那天，政府的执法人员来到我的菜园，说要收回我的菜园，而且限定我星期五的时候要拆完我的菜棚了。不过他们到星期一就来采取行动了。我的部分菜园呢是被给它破坏了。这个他没有清楚的说明了，不过我的觉得是应该不可以的。看大部分的情形要跟踪回去是比较难的，要看我们的首相怎样说了。我们的首相过来帮我们的话，可能我们还有机会跟踪下去了，希望可以帮到我们。我是土生土长的真正的金马仑出生的人，我们的祖宗在金马仑开发的时期已经到达金马仑了。到今天为止，我的家族已经是四代人了，四代人在这边了。现在是轮到我的孩子，你都在种菜啊，在种菜。可以说我们在金马仑已经超过百年了。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技之长，我们只有会跟着我祖宗这样一直接待着下来，这样耕种早特啊，我们也曾经去多次的申请这个土地了，可是政府都没有给我们一个好的答复啊，批准一点点的地方给我们，灰发发的，因为我们一路来都是要靠这个菜园来维生一家的生计嘛，现在政府突然间这样的来到我们的菜园吃饭，不给我们耕种，变成了我们就一家人可能是会饿饭了，因为我们的菜园是属于很小的范围，大约都是1亩左右。希望政府能够网开一面嘛，
给我们有生存的机会吗？早个时期，穆尤丁也曾经发表在报章发表过嘛。我这个小菜农在三一级以下的，他都允许我们耕种嘛。可是到了今天，那些执法的工作人员到来，却是没有留情的，连这个小小的菜园都给毁掉嘛。